侪服装设计师林国基，除了有设计服装的专长以外，嘛有画油画才艺。这次未了向公所邀请林国基老师伫公所展出伊的油画作品，并且计学新设计服装发表，找来专业 model、社区妈妈以及公所同仁来行舞台，好在场民众享受这艺术的享乐，大开眼界。美丽模特儿穿着林国基老师设计新衫，真有气势出场，让全场是大开眼界。国际服装设计师林国基受邀来到未了乡公所，除了展出家己创作的油画作品，也发表新的服装设计，并请模特儿社区妈妈公所同仁来行舞台。受邀要来就是参加我们这场走秀的时候，其实我心情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这是不曾有过的经验跟体验。国基老师也说，其实我们也是有一点标准。也是有那个水准的啦，所以就是非常开心。那可以穿到国际老师的衣服呢，也觉得自己非常的荣幸。我就是还蛮惊讶的，然后想说，我竟然可以来走秀。那虽然是我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但是我觉得，当下在彩排的时候，国际老师有就是指导我们怎么走秀，然后让我们可以跟专业模特就是差不多一样的气势出来。那现在可以穿到国际老师的衣服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本次由画主题以油画为主，但是林国基老师除了服装设计，也画油画在内，结合设计新衫裤，行舞台来做展出。而且老师也为婚姻观各乡镇设计出蒜头、麦芽菜等等代表性的农作物，作为设计衫裤的主题。主题是讲把这个纽扣拍开。拍开这个艺术就是讲，希望大家呢，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，大家会当哦，足自由自在的过生活，该用迄个咱迄个废弃的迄个贝壳啊，甲摕来做再制、再生，啊，互伊变成会当利用足时尚的纽扣，特别设计咱卖了呢，迄个美生菜，替咱婚姻馆二十个乡镇，拢设计因迄个。乡的内底同代表性的迄个农作物推广去全省，啊，让大家拢知影，拢会熟悉咱的农产品有偌赞偌好。就由老师导览作品，甲在场民众分享创作油画心情，将艺术生活经验都是伫作品，嘛融入服装设计元素伫创作当中。希望讲老师会当个带动搁较侪办较侪场，吼，第二咱推动伊个人的吼伊的作品。啊！因为咱麦寮乡的所在嘛真阔吼，啊真欢迎吼各种的活动来麦寮举办。精彩够有美感的画展，为即马开始到明年二月五号，拢会伫麦寮乡公所做展出，而且乡亲做伙来享受这艺术盛宴。记者林桂珠差不多。